Peggy 16.村子出事了，哎，是啊，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？平天圣人还不是已经派人去解决了吗？有佛，您叫我。想当年龙帝大兴土木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多亏了平天圣人平息了这五口之恶。但如今。 连这边陲之地也被暖雪影响了，想必这人世间已无净土了吧？喂，等等，这是老头子让我交给你的。这风雪中迷路的人，还能找到方向吗？